城主令。慢点。玄虎城少城主韩硕魅惑三公主陈芊芊盗取龙骨，今着令取其骨一根，以正视听，以安民心。取什么？取你哎！别动！韩硕，韩硕，放开！韩硕，放开！韩硕，三千。三公主，你盗取龙骨，这城中的百姓和文武百官啊，不肯罢休。城主才出此计策，那是为了保你周全。我城主驾到！不是吧？我该不是把韩叔给坑了吧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韩硕喝了龙骨，坏了我花园城的运势。我身为花园城城主，要取他的一根骨头，以平民愤。取骨头？取多大的骨头？这么大可不可以啊？傻孩子，龙骨多大就取多大。来人，将韩硕的一根肋骨取下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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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硕，放开！韩硕。阿叔，母亲，阿叔，阿叔，阿叔，母亲，母亲，求你了，母亲。是我一个人偷的，跟韩硕没有关系。你要取走他一根肋骨，他不死也是废了。母亲还说他心高气傲的，你要废了他，还不如杀了他。杀了他更好，没有他的蛊惑，你敢惹出这么大的乱子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外边的传闻，你都成了百姓口中的灾星了？不要不要，母亲，我陈芊芊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龙骨是我逼韩硕喝的，你们要取骨取我的，我就是他的肋骨。不要动！把陈芊芊给我拉开！不要！别！别！别！韩硕！韩硕！韩硕！你这是？韩硕！韩硕！你这对不起，我护不住你了，韩硕！啊！啊！拉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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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道你不敢，母亲，你罚我吧，要不然把陈芊芊给我拉。你舍不得？难道你不要脸面吗？不要！我要拉开！别别别别别！陈硕，安硕，芊芊，安硕你，安硕你怎么？我哥怕是我放手根本就欺负你们。安硕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盗龙骨会这样的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心情，但我没有想你替我受罚的。你压得我伤口了。再说，你这样抱着我，我也不好施展啊。你想不想知道，被你治好的我是什么样子的？安硕，别碰他，别碰他！你，你别碰！Thank you.
谁敢动他？